各位好，这里是非常六加一，我是高博，欢迎各位前来捧场。谢谢，谢谢热情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本场的六加一呢，又会有四位选手轮番登场进行角逐，唯一的一个本场的非常明星。他们会被分成红队和蓝队，分别有两位指导嘉宾来指导他们。首先，热烈的掌声，请出本场红队的指导嘉宾高林生。舍不得你，可能是我离不开你，我想着你的人放弃。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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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欢迎接受非常六加一的邀请，这次呢我们是做指导嘉宾，哎，是的，两个弟子啊，你觉得他们有冠军相吗？都有啊，都有冠军相，信心满满的，非常有信心。哎呀，那做老师的心得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把自己当学生，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东西，是感化他们是吧？好了，谢谢谢谢，请场下落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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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来吧，我们蓝队的指导嘉宾艾戴。主持人好，大家好，艾戴好，你怎么越来越漂亮了？啊，没有啊，我跟你一样啊。你对我夸你，你也夸我一句，咱们再来一遍，你怎么越来越漂亮了？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有气质了，尤其是这个白头发。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好的，好的。希望呢，一开场我们的气氛就是最热烈的，因为下面呢，我们的选手就要进行比拼了。你对你的两个弟子有没有信心呢？我觉得我在这儿说太多不太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光说不练假把。假把是。所以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一会儿自己看，好不好？也是信心满满，我喜欢。好了，掌声送艾戴台下落座。好嘞，主角即将登场，首先掌声请上的是本场一号选手严敏，掌声鼓励。交配酒也想得出来。我不行，我不行。干了，掌声。很好喝。我还不喝酒。啊，很好喝。哇，我现在觉得全身沸腾了已经。谢谢两位老师。真好，真好。谢谢谢谢。来吧，台上请吧。严敏，我的呢？他们有酒，来啊，他们还有肉。哎呀，早知道你，我带我喝算了。你呀，我对两位老师呢是两位崇敬的至亲，但是你是老乡嘛？哦，对，我也是内蒙。对，你是内蒙老乡，我给你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觉。对。啊，怎么给我不一样的感觉呢？这个先闭着眼睛吧。我得闭着眼睛是吧？对，你得闭着眼睛。就比他们那得好吧？比那肉啊酒啊得好吧？闭着眼睛就知道了。我估计啊是烤骆驼。什么情况？可以张嘴了。干嘛？可以张嘴啦。
好吃，好吃。有没有家乡的味道啊？哎，有有有。老乡，老乡你好。你好，你好。来吧，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他那森贝诺比奥勒蒙格林阿森奇奇格贝纳。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严敏，今年22岁，就读于大连艺术学院。我们内蒙古的妹子啊，然后都比较淳朴，比较实在，来了也不求别的，就得个非常明星就行了。也好。小姑娘心多大，一块糖就想得非常明星。你把前面的蒙语再让大家领略一下，那是我们家乡的话，来。Tana Simbeno Bi Olmemenglin Arsen Chichigabena， 说的意思就是大家好，然后我是来自内蒙古的Arsen Chichig， 就是一朵金花的意思。对，我就是传说中那朵银花，你知道吗？那个很好，来到了非常六加一，我们先听听嘉宾第一印象的点评。你是谁的弟子？我是高老师的。哎，对嘛，所以我们就听听爱戴的点评。第一印象点评，爱戴，你是第一回见他，来。我现在超嗨，我跟你讲，我觉得这酒超好喝，就很纯。那是因为劲儿还没上来呢。我已经很嗨了，嗨。哎，第一印象感觉死了，你喝了酒我就不能不喝，我还真是从来不喝酒。这点超嗨，我现在这点酒喝的，就他非常。应该是很积极的在对待今天这个演出，没错，就准备很充分，然后再加上这个马奶酒，一下把我目的达到了。旁边，你以为我这样就不敢吃吗？对啊，你我告诉你啊，就给我们给我一个 close up， 来推柯姐过去，好吃。好吃吗？我可以当女侠吗？我都羡慕你们，我馋死我了！来，跟我来，有机会，那都给你。我就糖尿病了，我这玩意儿老是糖的。我也吃了糖，这样吧，满足你一个愿望，你可以在舞台上更好的呈现自己，所有的元素你都可以调动起来，我帮助你，老乡见老乡嘛。太好了。嗯，说吧，有什么要求？想法？既然我跳了蒙古舞，再来段蒙古歌怎么样？蒙古的歌，好啊，好。好。嗯，但是我得需要有人配合我。都可以配合你啊，你随便抓，摄像都可以。那我叫高老师和艾戴老师。啊？我们俩现在啊，酒肯定不是白喝的。来吧，掌声欢迎二位，台上请。给我带块肉，给我带块肉来，带一个羊腿啊！对对对，我告诉你啊，我现在需要有人扶一下，我有点晕。他扶你，他扶你，我在上面陪伴他。挺高度数的，我觉得。对，哎呦，谢谢这块肉，真好真好。我们吃了吧。还闻闻什么？我们都吃了，有什么好闻的？不是，特香。我能闻出它是哪个部位的？哪个部位？臀部。羊身上。对，慢点。哎，人呢？我已经给你弄上来。好不好？怎么用这二位老师就是你的事儿了。你刚才讲要表现歌曲的部分，对吧？来，二位由你来编排，尽量我们在舞台上呈现一个非常精致的节目，好给你聚拢更多的人气。二位也多帮帮忙，好不好？听你的，怎么帮忙？唱什么歌也不知道。听听的。这回我唱《吉祥三宝》，听过吧？吉祥三宝，吉祥听过是听过，但不会唱。我只要学一句就可以了。一句啊？对，就是我说那个阿爸，然后说哎。那我也会。还有呢。还有那个我说那萨奥登古鲁尤威，你说 Chindlerstein， 嗯，差不多，艾戴老师也是这一句 Chindlerstein， 那我们开始了，开始，哦，还有音乐。阿爸。谢谢，可以了。
非常好，非常好，我第一次当妈哎，非常好，我觉得被人叫妈好开心哦。那要不要拥抱一个？哎呀，来给爹抱一个吧。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老师。哎，你面子很好啊，你面子很大呀，动用了他们，对不对？多亏了你哦。啊，多亏了你，多亏老乡。老乡酸奶只挣了，应该的。谢谢谢谢，好了。那来到了非常六加一呢，他也经历了我们培训的过程，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来吧，我们通过大屏幕一块儿来回复一下。导播，切。我是你的学生严敏，很高兴见到你。这帮人，我是内蒙古的，好激动啊，觉得好帅啊。见到帅气的高林生老师，严敏完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手都舍不得松开了。您不要忘了，今天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哦。那你会唱什么歌？啊，我这次的比赛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张惠妹的一首快歌。希望你唱出那个版本，比张惠妹还有张惠妹。谢谢老师，我能唱一段给我听听看吗？啊，没问题。他的手掌是否有点粗糙，下巴的伤像勾人的问号，但被他拥抱。我觉得哈，你唱得非常的投入，但是有一点不够专注，你就说你的眼神不够专注，你的眼睛跟我的眼睛要有交流，因为我是观众。再唱一遍好吗？好，好，来。他的手掌是否有点粗糙，下巴的伤像勾人的问号的。很好很好，但是专注度还是不太够。那么我给你个诀窍，你可以把一切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把它当成你的爱人，比如说花花草草。你如果可以把这些花花草草通过你的歌声感动他们之余，反馈给你自己，让你自己也深深被感动，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好的歌手。听了高老师的指导，严敏接下来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完美的训练计划。不管旁边有人没人，也不管面对的是神马东西，在这一刻就是他的爱人，他能否成功的征服他们呢？小树啊，如果你对我感动了的话，给我掉片叶子吧。啊，我最后没看清，你真的把那个树唱的掉了叶了吗？是啊，掉了几片？两片呢。咔，你去唱那树就咔掉叶子。没有，后来掉了。哎，你别去公园唱，你知道吗？他去公园唱一会儿，春天直接变秋天，我讲落叶全落在地上。这个好主意是高林生老师给出的。对。不过有一点，你刚才我们看那个小片里头，他对这个对象啊，都不是真人。对不对？你树啊，什么玩偶之类的，那你真情流露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我能做的，为你做的最后一步就是，来，全场我们最热烈的掌声，给他鼓励鼓励。谢谢，谢谢大家。的脚飘牵挂。
来，即将登场的是本场的二号选手翟志晓，掌声鼓励。你好，非常不错，谢谢。开场小才艺的呈现很有意境，尤其最后那段，最后那是改良的埙还是什么那个乐器？是埙埙啊，那个样子很特别。来吧，我们来听听第一印象的点评。因为我从来就特别佩服会很多种乐器的人，哎，对，因为我觉得在平时就是会乐器的话，平时一定要下功夫。是。所以我觉得平时这个功夫基本功很好。然后我想知道您是那个近视眼吗？你是近视眼是吧？但我觉得他在台上，对不起啊，因为你眼睛有点小，然后，不是不是不小不小，不是这意思，他的那个眼神的传递，我要使劲瞪着我才看得见他的眼神。本来眼镜就会遮挡这个光，对，所以他眼镜就有点遮你的眼神光，是，所以再加上您那头就特别亮，我就会被刺到。但是我觉得才艺真的很好。好，谢谢谢谢爱戴的点评，谢谢谢谢。没想到一上来就被说眼小吧，但人还夸你呢。确实要会很多种乐器的话，这个背后的这个训练练习一定是少不了的，是吃功夫的。来吧，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放轻松。大家好，我叫翟志晓，来自于河南省漯河市丽影县台镇乡汪曲村。我原来是在我们当地这个剧团里边当乐队，现在在酒吧里边吹萨克斯。有好些人都叫我音乐疯子。音乐疯子。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中不中？中。他们为什么叫你音乐疯子？这个因为我这个有一段时间我这个学这个乐器已经达到那个走火的境界，走火入魔啊。就是我看见啥东西我都想敲一敲打一打。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有一些我自己做的一些乐器。你还会自己研发呀？哎呀，了不得了。来，我们掌声请上这些东西，我们看看它的呈现。来，道具。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各位道具师傅啊。这就是家伙事了，咱们看看啊。你这玩意儿你怎么吹啊？这针管，你来两下子，懂不懂？懂。哎，不错，哎，真不错。针管真是，这想不到想不到。来，再换一个。这，哎，这不是腻子刀对吧？对，刮墙啊，弄腻子那个。对对。这个是那个
因为俺父亲给这个工地上打工的，我有时候去看他，这都是他工地上的一些东西。哎，我这一问，感觉有声音，我把它做成乐器了。哦，有声音就可以。来来，我们跟呈现一下这个腻子刀的音乐啊，它有大小的不同啊。就是编钟那个意思是吧？有点编钟。差不多啊。这个要放大，这就是。水管子嘛，塑料管那个吧，对对对，我吹一个俺老师的一个成名作，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啊，这是高林生的代表作啊，来来来，来高波老师，你那个话筒给我帮一下忙，放在这儿对吧？他不会漏水对吧？不，中不中？哦，好听啊！我本来以为呢，就有那么个旋律就可以，但他这个有萨克斯风那个感觉，对对对对，很浑厚，你这样很厉害了。如果这样的话，高林生可不可以让徒弟伴奏？你现场给大家再回顾一下这个，用这个伴奏啊？对，因为他的水准很好，我觉得能够登对你的声音，需要找一下 key， 我们先找一下 key 啊。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我觉得还挺穿越的呢，就是听上去特穿越，你觉得吗？没错，就是他的那个声音很像那种古典的东西，然后他的声音是现代的，就有那种古典和现代的，他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纳闷，谁说不漏水的？那全是他的口水。就别放大了，好了。那这些乐器在一块能给我们整个的表演一个小节目吗？还是刚才的呈现就这样可以了？可以串成一块儿。哦，串成一块儿来表演一个。哦，好的好的，我们期待这个精彩的演绎。进入舞台上，这些特别的乐器还有小节目呈现给大家，来吧，各位，掌声鼓励他一下。
你看现在是不是自信心更满了？现在好一点了。现在明显感觉眼睛比刚才大多了。好了好了，来到了六加一，他也经历了自己的培训过程，这样通过短片来回复一下故事。导播，切。是，我是。娘娘吹得非常的棒。谢谢高老师。放松。但是高老师，我一唱歌手脚发麻，老紧张，不知道。我们来看看你的毛病在哪，我们唱首歌，好吗？好，你听听看。就是这一溜溜高高，就是这一道道。其实你唱的时候已经比较投入，比较放松，就是那些肢体动作，你的手其实有很多的位置可以去，很自然，不需要说一直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毕竟不是拿着两个话筒，拿着两个雪糕在那唱歌，这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你应该先放松，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试一下把手放开。好。行。为了让翟志晓放松下来，高林生老师真是伤透了脑筋，苦口婆心地讲解了半天，翟志晓还是紧张得要命。没办法，还是上手吧。一溜溜高高，就是这一道道坎坎。有没有感觉好点？比刚刚自信，包括我们到更开阔、更广阔的空间，去把你的全部的自信释放出来，力量释放出来。自信释放出来，力量释放出来，翟志晓要加把劲儿啊！就是这一溜溜高高。场去啊。是啊，我这下真看到一个疯子了。这样我打听个事儿吧，你最近有没有在北京定福庄一带活跃过？我这两天我太太早上起来说晚上有人在外面嚎。哦，原来就不是你吧。很好很好，来认真的问一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好演，中不中？中。来点掌声，中不中？中。就是这一溜溜高高，就是这一道道坎坎。就是这一溜溜高高，就是这一道道坎坎。就是这一把把黄土，就是这一座座土山，就是这一星星绿，就是这一地的泉，就是这一眼眼风沙，就是这一声声刺花。哦哦哦，这一声声嘶喊。
穿着我的心，扯着我的肝，骑着我的忧虑，装着我的胆，穿着我的心，扯着我的肝，骑着我的忧虑，装着我的胆，装着我的胆。留步留步，知晓留步，观众反应非常好。来这边就位，我们同时也请一号选手老乡返场，严敏。好了，谢谢刚才二位的呈现。他们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刚才完成了正式的节目，下面呢就到了那个情绪的节节点。之前讲到过了，能够成为非常明星的只有一个人，按照我们的赛制的话，现在就要进行晋级，往好往残就是淘汰，两个人只能留下一个继续在舞台上，而决定权相当残酷，就在他们的指导老师的身上亲自做决定。高林生，现在由你来做决定，留下谁？我觉得很难选没错，因为他们两个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是，像我们严敏呢是青春靓丽而非常可爱，还会唱会跳，那么我们的翟志晓呢，他多才多艺，吹的又特别的好，不是说吹啊，吹得特别好啊，我觉得真的很难选择。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我来选出更加出色的选手来留到后面的这个比赛的话，我觉得我要狠下心。现在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你的双手，如果决定留下谁，请为他点亮灯光。我们能够脱颖而出的是，掌声中国二号，二号，谢谢，大家掌声，祝贺你，加油，下去准备，下去准备后面的事。吃了我们那么多肉。喝了那么多酒，就是因为喝酒，你们让他吐出来，你们还吃糖，那么多我也吃了，稍微的舒缓一下情绪，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让每个选手离台的时候都要掉眼泪，但是我们也尊重选手本人，因为在台上的五味杂陈，只有他自己能够尝到那个味道。有什么想说的、想表达的都可以。首先呢，非常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然后给了我最认真。最细心的教导，然后再就谢谢我的妈妈一路陪着我，非常辛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内蒙古的妹子还是那么淳朴实在，这次不行下次还来。对，加油。看了没有，所以心态方面我一直都不担心，我们内蒙古的人心都特别的大辽阔，像我们的草原一样。妹妹老乡加油。谢谢。不过还有一件事必须由我来做啊哈，按照我们的规则，如果没有晋级的话，那么代表自己颜色归属的这个红色的丝带就要亲手交还给你的指导老师，去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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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谢谢老师。好了，各位收回情绪呀哈，比赛还在继续，下面进入的就是蓝队两位选手的角逐了。首先我们掌声请上甘伟雄，鼓励一下。
是定住了。这样吧，我替你忽悠忽悠，帅不帅？你看没声音，你这样。发哥。对，像发哥这样，如果打开钟，让我们看到奇迹，有点赌神的意思，我估计全场就会热烈的掌声。慢慢往上提，慢慢往上提，我来还是你来？你来，一定要稳。对，一定要稳啊！有没有掌声全看他了，各位。哇，高博老师太厉害了，你厉害。没有，老师厉害，老师厉害！你看现在这个掌声，我的天哪，太帅了！小波老师厉害，是你拿出来的，不是我拿的。你少谦虚吧，这回再给你问一遍，已经看到骰子是什么样了，帅不帅？帅！谢谢老师。大家现在的审美都很高，你得有真金白银才能够给你叫好。来吧，像不像赌神？我们看过，比较过后再给出结论。来，大屏幕切一张周润发的，有啊。哦。你这样，哎。你能不能你也来个就这个样子的，我估计你得到掌声更多。他得蹲着。哎，真不错，真不错，很好很好啊。话不多，但是满场满堂的彩啊。第一印象点评，这回呢就该高林生了。是的，第一印象点评。我想了解一下，我因为我刚刚开始看你出来的时候，拿了几个扑克牌，啊，我以为是上来变魔术的。哎，他可以的。可以变魔术吗？他可以，他什么都行。结果他把那个骰子变成这个样子。他真的什么都行。是真的是这样甩出来的，真的还是变出来的？真的，不是魔术，是功夫。这是真功夫，骰子功夫，厉害厉害，谢谢。好，谢谢。还有没有更厉害的？谢谢。我们让他渐入佳境，来先来个自我介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叫甘伟忠，至尊彩王也叫我熊哥。哦，熊哥，我是呢创立了中国骰盅功夫，是我创造出来的。哦，就说我是创始人。哦，创始人。而且呢，我以前在广西的拳馆战比赛，拿了太极拳第一，太极剑第一，还有全国的首届武术之乡比赛，我是太极剑第二。哦，你是太极拳啊！哦，还有呢。2002年，骰子王争霸赛冠军。好，这是我们蓝队的选手。还有，2006年还是骰子王冠军。哦，还有吉尼斯纪录。吉尼斯纪录。其实还是个演员，影视演员。哦，影视演员。全面，好，挺好。谢谢。你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呢，来展现一下你太极的这个功夫，好不好？大家对他有点，就说呢，什么叫为什么太极拳呢？当时我练功，感觉跟太极拳的原理相通啊，叫融湖引莲化的境界在里面。什么叫融？我们南方五个字，我一个字没听懂。对，融。熊哥，我不跟你说吗？是柔，是柔。没有，容纳的容，容纳的容。什么叫容纳？就刚刚叫收，叫融。如果收就不好听，融进去了。湖，把骰子湖引向一边。啊，湖引，看到没有？站起来了。啊，引。啊，引。连，空中转，来让开，连。你看，韩家一些连是吧？连，他以前的功力把它化解掉。你看，高博老师啊，他还没倒。哎，是。好，连，化解的力量，化掉了还能站起来。这叫他以前的最好的功夫。哦，特别好，反正听了是基本没听懂，但是看了很过瘾，很好很好。那在现场来到了非常六加一，你是一个特别的选手。非常非常的选手，没有，一定要把真金白银的绝顶功夫给大家呈现出来，好不好？嗯，你先给大家表述一下你玩的这个第一招是什么样的，大家好有收视重点。大家都想看透了，干嘛会站起来？哎，半透明的。哦 ，OK， 一柱擎天，一柱擎天，一柱擎天是什么？就是一个放香那个吧？放多少粒骰子？就是一个钟。简单，给它放15颗就够了。放多少颗？15颗就够了。15颗，目前15颗骰子。一起立起来。真的吗？大家能看到很清楚，好吧？对，现在这些骰子是一坨的，在下面压着呢。太极拳来了，太极来了。啊！掌声有没有？哇，真的像变魔术一样，自己会。看够了，这真的假的？
这个就算用人用手这样再一个个立起来，都很难立得起来。没错，没错，15颗骰子，大家想想刚才15颗骰子，来第二次。第二次，我们来个空点吧。空点。你出一个点数，我看一下。空点是什么意思？就控制骰子叠起来。控制点的，那我可以点你要什么点吗？是一样，是一样。这个非常6+1吧。对你这样，它骰子嘛，不知道它怎么排队，你起码给我来个6，或者非常6+1，反正6和1，或者你自己看。七点没有的吧？我也不敢说。七点好坏呀、啊，你们红队好坏呀、啊。还13点呢，7点。好，6或者1，就太急了。听是听吧。看到没有，高博老师亮亮，清一色，清一色，五、那边是6，这是6，好，这边清一色6，清一色，那每一面还有，这叫什么意思？非常6+1、OK， 完成你们梦想，爱，对对对，是爱，变，它还能变呢？哦，有字儿，非常6+1。Oh my god！ 好吓人的啊，高博老师。你把它推倒，有没有磁铁？推倒，推倒。他这个我就觉得就已经不是骰子了。这个就是创意跟艺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活字印刷了。是是是，活字印刷。好吧，好的，差不多就行了。刚才我们看到呢是他骰子的功夫，那还提到了自己还演戏。啊，对，我也是个演员。演过。而且呢，我是在香港的封神榜。啊。我是骑马达是最厉害的一个，马上达到，我是很厉害。得了，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来，大屏幕来切。好啊，封神榜飞龙将军是我演的，香港版99年版、是。啊，李小龙呢？我在42集这个客串采访李小龙。哦。这个小杰和亮亮的故事，我是一个司机的，一个演司机。我也是领衔主演，领衔主演之一。领衔主演，领衔主演，好，谢谢。那话也特别幽默。我是领衔主演司机之一，之一没有国语不行。领衔主演之一，对呢，我们是领衔主演司机，我跟你讲，没有，好了，不要取笑人家的。对呢，我们老广啊，讲普通话真的很差，对不起。不要，我也是老广，我广东啊。不要取笑人家的口齿，这很有诚意。打个好啊，这就自我了。这次呢来到我们的非常6+1的舞台，我也不知道他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是不是与骰子有关，还是与演戏有关，但是他的培训过程呢也是妙趣横生的。放短片吧，导播，你去。第一次与培训老师艾戴见面，甘美雄做了充足的准备。嘿嘿，接下来有好戏看喽。您瞧，换上这身行头，不知道艾戴看到他会作何反应呢？哎呀，不是发哥吗？戴老师你好。啊？我不是发哥，我是甘美雄，是来向你学习唱歌的。看来这甘美雄真不白准备呀、艾戴还真吓了一跳。不过我可提醒你，接下来的培训可有你受的。罗汉奔，罗汉流。你很准，但是没有这种，没有打击感，因为你知道你用麦克风唱歌，你要把你所有的声音入到那个麦克风里面。如果你只像说话这样呢，没有中气，就入不进去，观众听不出来你在唱什么。你看，你看，挑出毛病了吧？中气不足。不过这中气可怎么解决呢？甘美雄练了半天还是不行，没办法，上家伙。龙奔，看来这招是行不通了，要不换点你熟悉的？龙奔，你不就起来了吗？这样，对吧？就是用你用气的时候唱这个歌的重音，试一下啊，试试看。龙奔，龙流，万里秋风霜醉永不休。哎，好创意哦！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一玩起骰盅来，你那个气全出来了。艾戴老师的想象力叫人不得不佩服，这招真管用。加油加油加油！艾戴老师，
我也有一个惊喜送给你，因为你教了我唱歌，我想把我玩的骰子交给你，好不好？嗯，教我玩骰子。对对对，看我展示给你看。好了。啊。马步，稳一点。就这一段。这一段要我学吗？特别好，特别好。现在转过来，徒弟变老师，老师变徒弟。艾特来上来玩骰子了，掌声鼓励。邀请艾特老师。哎呀！艾特，加油！我给你600次机会。大家都给我点时间好吗？来，掌声鼓励艾特老师。干嘛非拿我来弄啊？这不是他比赛吗？谁让你当老师，你得付出代价，这是为他记录。哎呀，哎，啊，好好好，挺好，哎，挺好，真精彩，好好好，呵，好，哦，哇，啊，我没事，继续继续。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差一个了，来，还有一个，可以，再来一次，来。哦，真弄走了。你刚才让他飞走了，他这儿哦，然后，来，再来一次，来。刚才那一段剪了啊，连着啊，音乐也连着啊。小心啊，小心。啊，我不会。我看他。来，没问题。慢点，慢点，慢点，不用。好，摇起来，摇起来。让它变成摇起来，摇起来，对，马上弧形，马上弧，弧大一点，弧大一点，不行不行，可以，弧大一点，用点力，一停，一停不要动，一停一停不要动，好，掌声鼓励，来，我来帮你拿好不好？干嘛？真有了？啊，一条线啊？啊，再往那边移一点点，移一点点。哦，移过了，移过了。好，拿起来，不要动啊，慢慢来。保障成功。等一下，如果我说起来了，大家让我们蓝队赢好不好？哦，真的。来吧，两个手拿起来。什么叫明珠是高徒？太厉害，太好了，我也得学一下。阿大老师，我是国家级的。名师出高徒，我也希望一会儿你的舞台呈现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个调理调教，好不好？尽量努力吧，非常不错，来掌声，掌声献给艾戴，谢谢谢佳的老师，我尽力了，你要加油啊！好，谢谢谢谢谢谢，来吧，我们掌声欣赏这一首《上海滩》。好。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云作泡泡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没有，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发不走，转千弯转千滩，亦未平复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分百千重，在我心中起伏旧，仍愿分百千重，在我心中起伏旧。
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我们掌声请上吴蕊涵。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就当总分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给他一拥抱，拥抱，拥抱，一个吻，拥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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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真的是背对背拥抱。我也在情境当中，你刚才表演的真好。谢谢高老师，您上来跟我搭一下，我觉得好完美了。我们的舞台呢比较凉，现在你光着脚，凉不凉？嗯。啊，有您这句话，我觉得暖了很多。那也得穿鞋呢，来来，道具赶快，让我换装换装，我们来完成访谈的部分，来换椅子，换鞋，真不错，真不错，很唯美的一个舞台的感觉，来谢谢，辛苦。哎呀，早知道就不让你换鞋了，挺高啊你，我离远点。来，我们听听嘉宾第一印象的点评，高林生。一下子现在穿了鞋，马上就像白雪公主一样，刚刚那个感觉像灰姑娘。没错没错，是不是啊？因为我想问一下，您是专业的舞蹈演员是吧？我现在的专业是一名平面模特。模特，平面模特，那肯定是学了很多年的舞蹈。对，有舞蹈的素养。所以我觉得除了他的舞蹈之外，他更重要一点，他会用他的眼神或者是表情，哎，或者是来表演这样的一个舞蹈。哎，当然我们灯光这个灯光师啊，我们观众啊，我们都很投入，这也是一方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很会把握音乐，没错，把这个歌词，把这个内容通过他的舞蹈一点点的传递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这有别于一般的那些舞蹈或者伴舞那些，是是是，这是很会诠释的一个演员，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多才多艺的。哎，好，谢谢，谢谢高林生的褒奖。我估计他现在感觉到压力了，因为是竞争关系，你明白吗？来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大方方的。好，大家好，我叫吴蕊涵，来自吉林长春。那么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舞蹈，从四岁半起呢就开始学习舞蹈，但是现在是一名平面模特。我在这里呢想非常感谢我们的栏目组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衷心的感谢你们。谢谢。他的台风还特好，他的台风特大方，对吧？对对。我们先说说你平面模特的这个领域，来，大屏幕切，我们看看他的一些之前的一些拍摄的作品。美呀、啊，
但是很辛苦啊，做那个模特很辛苦的、啊、是的，别的不说，就不停的换造型，不停的换衣服，不停的要出状态出感觉，在镜头前。你告诉大家，大概你如果量多的话，那这一天的拍摄下来要换多少套衣服？其实拍婚纱是很累的，因为婚纱的裙子特别沉，我最多一天婚纱拍过34套。34套、然后平面的时装最多一天拍过72套。一天72套衣服，很辛苦的，上来再改装，然后再拍，超级辛苦的。一天往往他们工作下来之后呢，都站不直了，小腿抽筋儿一样的，对，会特别酸。你也出现过那样的状况？对对对，有的时候晚上有一天会拍到凌晨，然后会直接就是晕倒。晕倒，你也晕倒过？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干什么都不容易，尤其当你看到他光鲜亮丽的那一面的时候，背后的艰辛只有他自己能够知道。不过另外一个领域呢，含金量就更高了，舞者。而且他曾经2次获得过中国舞蹈界最高的奖项，你给大家介绍。曾经在桃李杯，第9届桃李杯获得群舞汉宫秋月的1等奖，还有 CCTV 电视舞蹈大赛中国妈妈获得银奖。很专业，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开场的时候给我们呈现的是非常唯美的一段舞蹈。那下面要给各位呈现的舞蹈是具体什么内容呢？有自己的特质吗？下面带给大家的呢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舞蹈。灵性？是模仿一只狐狸的舞蹈。哦，你跳的是一只狐狸？对。那指导老师这个爱戴，你应该可以给出很好的指导的建议，怎么样通过自己的身形和舞蹈来表现出狐狸的那种妩媚呢？这要我演一个狐狸吗？你还这么谦虚，你越谦虚。来，我掌声请艾哥上场。好嘞。可是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他，还有个礼物。哎呀，这老师太好了，因为他要跳狐狸，狐狸，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个尾巴。啊，来，打开看一下吗？再打开看一下。好用心的老师。可以系在腰上。哇，真的。哇，这个还是九尾狐啊。对啊，这最漂亮的狐狸啊。好吧，九尾狐。对啊，然后可以这样系起来。啊，然后你跳的时候，如果跨步的动作的话，好用心呐、啊！这个尾巴很漂亮，好你们这个节目好用心呐、啊，很棒啊！期待你们师徒二人合力点燃舞台，来吧！鼓励的掌声响起！加油，加油，加油！Yeah.
四号选手这边。现在看你们指导老师的表情，艾黛脸上的表情也是能够感觉到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了。两个人晋级的只能是一位，有一位要离开六加一的舞台，究竟是谁呢？艾黛，好难，真的好难。他们俩上来之前，我一直在想，其实两个人各有千秋。我觉得发哥，我刚刚也跟后面的观众我们在聊说，发哥真的是技术，没错，很好。可是同样，这个舞蹈也是需要技术的，是啊，也是需要天天练的。嗯，哇，这两个人都超好。可是我要表扬一下我们的四号，我告诉你，如果我是男人，我都喜欢他那种诱惑，那种性感，就那种让人窒息。你没看到你的观众，就是你演完以后就是掌声很少吗？因为大家都看傻了，对吧？都看傻了，所以没有笑，就没有太多人去顾忌那个鼓掌，也腾不出手去嘛，难怪都在擦鼻血啊。对，对。然后我觉得发哥真的，他很会对镜头，他是一个很有舞台经验的人。好难，好难呐、啊，好难呐、啊，那也没办法，选。究竟是谁呢？我来吧，不。好难、啊。决定留下谁，请为他点亮那盏灯。熊哥，瑞瑞，掌声祝贺吴瑞涵成功晋级，祝贺你，当家第一准备。熊哥，对不起啊，我是来学习的，因为唱歌是我的弱项。而且我的国语也不准，大家都见笑。艾黛老师叫他太极运气唱歌法，以后我会发扬光大。第二呢，我也在证明，人家老师以为我是玩骰子的，其实我是个演员，专业的演员，最重要的来到这里表达，谢谢大家。而且呢，我是一个骑马打斗兵器很厉害的，因为他们没有挖掘我，我两年半的打斗经验，武打经验很厉害，谢谢大家。非常有自信。来，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亲手把这个丝带解下来，而你呢，也必须亲手把它交还给自己的指导老师，去吧。来，你给我绑上，老师，你给我绑上。你很棒啊。下次你骑着马到这个舞台上来，我也希望艾黛老师把我的骰盅功夫发扬光大。好，谢谢，我会的。啊，谢谢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再见各位朋友，再见。来吧，好了，各位收回情绪。本场非常六加一的非常明星究竟是谁呢？进入决选的这两位，一位来，首先我们掌声来欣赏翟志晓的表演，掌声鼓励。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从风中寻找，从青春到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我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
陪伴你走向回家。正是到了最后的时刻，究竟这二位当中谁能够成为本场的非常明星呢？投票权在各位的手中，稍安勿躁。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听听两位指导嘉宾，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分钟的时间为自己的高徒来拉票。高林生，你先请。翟志晓是吹得非常好，而且唱的那个也是很投入，基本上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已经表达出来了。哎，非常棒。好的，谢谢。谢谢。歌曲很直接，因为他可以说话，是，所以观众很容易很直接地捕捉到他的情感。但是我觉得舞蹈呢需要一个转换，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情感转达到四肢，而且四肢是没有语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观众的来讲呢就比较难。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观众都非常有艺术理解能力，所以我们的蓝队其实是很牛的，对不对？看各位的了，拿起手中的投票器，投票标准非常简单，谁刚才的舞台呈现更打动你，那么这一票就投给他。拜托各位，投票开始。一二一，二号，你光喊没用，你投了。四号。谢谢各位的投票，谢谢。二号、四号，究竟谁成为了本场的非常明星呢？刚才你投的谁？大声告诉我。谢谢，谢谢，谢谢。好了，收。我们其实完全听不到，我们其实完全判断不出来，只不过想希望用各位的呐喊声呢，再给他们做最后一次的打气加油。好，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场非常明星的人就是他，就是四号吴伟涵，掌声祝贺。四号，我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来吧，颁奖了。好了，这就精彩无限的《非常六加一》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保持好心情，下周再见。
夫日子没见，老夫这里有礼了。老头，你是何人？竟也认得俺老孙？杨子，